什么意思？我这是，对，迟到，你快死的耶！我不能跟麦当劳吃。你去打树啊。树会回去啊。苹果。钱大师，五分。嗨，大家。他说你跟爸爸没有，我不是说了，就是我没有。哎，他们在哪里？对啊，我不是说，我怎么会知道？我没有，可能下面有房子吧。你先去看，出去。没有，什么都没有。哇，这是什么？哦，外面这样。我如果没有发现洞的话，代表我是迟到。你不要再摔，你要死了。会。这是演讲。你在干嘛？谢谢安夏卡拉卡的幸运四叶草。哎，好想玩啊！我去开镜。他怎么还在烧？爸，那我暂时到，算吧。谢谢海绿的红玫瑰海文手礼。我真的可以打哟，你需要的话。厨房没有了，是冷气。冷气打，我先去沙发去。你这很干扰人。这是什么？哎，我真的是感哦，毕竟有人扛着筹备橘色的圣诞嘛，太远了吧，脏话，太远喽，有点像容易被发现。不是，我的也有，但你不是总招啊。门头隔壁很远，真的很妨碍视线。是今天的课。顺利，然后大家都健康平安，然后拍照而已。突然去南投找到一个意外好玩的景点，哪里？把镜头打开，对。现在感觉是使用刚回来，就是你要真就是要开拍啦，开镜就是。你真的拍拍，才不会拍到，才不会打到镜头嘞！我也不敢打镜头。右键。是这样吗？因为他们使用者好像会就给接。我还是上学步道是哪里？拍拍庆功宴的也是吗？开拍庆功宴有这种东西哦。这个我不知道，哎，你知道蜘蛛眼可以吃吗？只是你会中毒而已。谢谢缘分相遇。对啊，开拍庆什么功？
配鱼翅啊，鱼翅，鱼翅我不常吃。都需要的。你软体不一样，你是要你要花钱。嗯，200块。你刚直播吗？对。所以你刚直播在玩。对。好好。还没有。谢我是谢阿六的缘分相遇，你要打咖啡色的书。他没有拿，好丑。被剪掉了。但是我被射了。因为旁边有狗狗。没了，我没了，不能。你怎么一直死？为什么会一直在找我？他完全没有变。今天刚睡比较淡，又不说话。我蜘蛛也没了。妈妈是啥精神？那你吃东西、啊。没有，我没有要做公演。因为想睡觉，谢庆的萌萌猫爪。不行，我已经开了。哼。哇，可爱，谢谢。不行，我已经打开了我的直播，你要不要重开游戏？看得很不舒服。中间的那个移动的，好好哦，一起玩，好好哦。我才刚回来，我就解决不了，我弄了很久哈。我就不想要重灌呐、我就不想重灌呐、直播睡觉 ，OK。电影对，是电影。是这样，开镜的意思呢，就是要开拍了。那个开拍可以是单体，可以是一个。你也是轮到我来做。虽然今天不舒服。没有什么，我用那个啊，我用剪影啊，我是一个电脑。你很棒的一个软体。没有，就是。11不能下载 Java 的问题。我忘记你上次怎么跟我说，但是就是不行哎。就是因为是中文。那我知道还是有啊，当然有啊。是 A 好像也可以上来。小肥很好吃啊，小肥真的很好吃啊。那你们不喜欢吃吗？啊，为什么？我全身都是。而且我整 A 的是剪。我看你的 skin。还没买过，去吃。爸爸上礼拜才说他很久没有跟我合体。你耳朵来就好。可以啊，你不要跳着。过来，耳朵来。耳朵来。合体。好可爱。可好吃，就是很下饭。我觉得很下饭，就是它的东西，它其实有一点偏咸，我不想转，我有手在重复，然后买什么？我觉得皮好，皮。什么皮？哎。限制性限制很重要。对啊，我听说了，才不限嘞！转头发，有他转，我转过。我想要什么？是太可爱了，你可以看吗？还是他们做的？还是蘑菇？你有听到吗？
你有听到吗？说这是蘑菇。对啊。我忘记。你可以做蘑菇汤。你也可以种。打草，它是一件，我说打草，黑色的，显瘦，白色，黑白白的，你要常来点，你再打，你再打，一眼就一万出，你去捡，拿着，我怕它过来，它过来，也是，你挺好腿，黑白的，这个人可能，二十个钻打到就比较扎实，你可以收集一只鸡。所以要去日本看阿布斯。还是我改一下我的设计图，设计图是那个白草。谢勇哥的浪荡野猪。福德是不是你的练习对象？你看他，才不是。福德可爱。谢谢庆的力量训练。草。草，你可以喂他，不是打他。Yeah.小方法有点菜。然后瘦这边还没有，就这一块。谢谢你们的厉害，谢谢 Sky 的力量训练。哎，我吃这个，反正上一次很烦。好可惜，就是去日本，记得帮我买日本产线的东西。什么东西？还要哦，对，大家要不要来参加？哎，我们票卖完了吗？所以今天开卖，大家要不要来参加一下我们的 reset 公演？这是小妹的最后一次哎，而且是我们 Bellflower 全体最后一次的最后一次，对，就是不只是陈思雅，就是我们全体完整的 Bellflower 的最后一次哎，要。对啊，我们要不完整了。不然如果想求救可以。好的。可爱。无所谓。说你们。全撤吧。对啊，全部人最后一次。好吧，不管再 reset。三场。有先生又不参加了，冬天要参加一下。谢谢建谷的枫叶。是他的最后一场。感觉看到三创最搞笑，对吗？买票了耶！我不知道，他应该是出错吧？应该都考。大家会不要误会全院最后一次，全院最后一次是。谢谢燕子的缘分相遇。不是我们最后一次，是合体最后一次。这次有回来，为什么不参加？再见。其实是要考公务员，现在吗？因为他很棒，什么东西？啊？蘑菇汤，蘑菇汤。最后全员好不好？你要有碗。最后全员。果然是最后一头，嗯，什么木头都可以。最后一次的。对啊。草组最后一次。小妹的最后一场人设总公演。有啊，确实有痘痘，我人中有痘痘，好痛啊！他现在很痛，他现在不是在摸我人中，就是因为我的人中很痛。
头。闹卸妆，但其实蛮厉害，这个妆真的不容易脱哎，好棒哦！感觉表演之后也可以加油，释放爱情啊！我好期待哦，好想看哦！你有没有答应？哎，是啊，真的是跟人做一些才能学习。你的特色是什么？迷音。尴尬。迷音。是爱情又是什么？你看这个杯子假的吗？这个甜点怎么扩大？怎么会哪里哪里弄石头？要雕石头也是搬家吧？那个。雕石头也是搬家，几敲板就崩。这个要搞死。得做点什么吧，最后一次哎、欸，最后一次不做点啥？有人离开了游戏，你要不要重进？不然那个火好烦。把自己照片拿下来之类的，可能一肯定会吧，都已经工业了。每次人都讲豆豆爸都会说完全无关，学高娜把学妹抬起来，不好意思，抬起来是 Mina， 与熊妹无关。Hello， 晚安大家。哎，我们才17分钟内。我真的好醉，笑死。三个一起睡觉，身上还差一支箭。两个。我觉得每个人都丢，还是没什么。这已经，这跟四月没丢，完全没有关系。真的，就是每个月都会丢，还是一样很危险。还是很难丢，还是很难丢。啊！太爽了吧！感觉画质很差。那个种子可以种出什么杂草？小麦。你的田里就有啊。小麦，然后可以做面包。嗯。加蛋糕。蛋糕，蛋糕不行。地球人好方便，谁抬得起？其实是可以，因为我们有抬过蜘蛛了。蜘蛛早上是瞎的。但你打他，他应该还是会知道。因为他不，他不要打。嗯？打完了。因为蜘蛛白天是瞎子。狂点。啊，跑好像蛮快。米娜总共被抬了几次？我不知道哎、欸，超多。第一排别人感觉不一定丢得到，而且第一排是要往上。就是除了路还要试台啊，而且它本来是用躺，但是用躺都会很奇怪，所以后面就变成一个趴的。要怎么吃饭？蘑菇，蘑菇不能直接吃吧？那吃的话要怎么按住？如果要吃东西的话，按什么？要按什么吗？嗯、又这样。肩膀石头就被砸了。没有啊，为什么？他有脸着地，肯定是没有。你干嘛丢？躺着会变成非洲，对，这有点像啊，哈哈。那我发现就是叶乱组合。跳进去岩浆可以锻炼身体，会变强。他刚刚已经自己跳过了，而且他有在看别人玩，他知道那是什么。
瞬间就跳了。你是勇者，给你个赞。然后我们不做剑了，快去煮去烤。我们煮好东西了耶。是从 Reset 专辑听冷菜，真的有完全没印象我是哪个 part。 那你觉得我是哪个 part？ 看过的背景太假，后面 P 麦快点假。他是跟我最久的大头哎、欸，对，我发现其实也没有，我只是很想看他玩。请问阿六。请问各位，电脑厉害的人，张宝宝上次教了我一个分割，什么分割硬体、硬碟，哈？啊，分割磁碟这个东西，那然后呢？有完嘞，那。分割磁碟这个东西，那我是有办法用的吗？就是 Win11， 然后分割出一个 Win10 之类的，好麻烦，为什么要这样？他就不想重灌啊，重灌不重？重灌？对啊，什么重灌？你不重灌？我不想，对啊，因为我不想重灌。真的不想重来。你给我再找我。对啊，你赶快从，因为系统，所以是就是一定要是 iOS 跟 Windows 要分开是吧？还是我去分割一个 iOS？ 不想重。系统很迟，对，可恶，好恶。怎么那么冲动升级？没有啊，他就自己升啊。我不知道哎、欸，搞不好我拿到的时候就已经是 Win11 了，也说不定。同时只开一个的话还好。回到十不是要在你更新的十天之内，我大概已经100天了，哦，我大概已经一年了。我在想，我是不是买到电脑，拿到电脑那一刻，它就已经是11了，好像是。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想到我想玩电脑。
就是你知道，世事难料。我要用某个人的话，世事难料。不要讨厌我。我相信你不会的。是不会不习惯，毕竟我已经用一年了。就能抓到更新，他会更新吗？而且我的游戏是都要重灌，他没有真的不没有吧？可是因为我不知道，是我 Java 我下载了，因为他下载不是会在那个网页的下面那个小框框，然后他载完之后再去点他就不会有然后，他就是消失，他就没有在跑，没有要动。完全没有懂，我已经试大概80次，肯定有80次，真的，我认真，就是连我朋友也帮我弄，就是也是，一直试一直试，就这样试，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不是这边，你的笔电是为时间，今天是7克。他是完全没有要跑哎、欸，然后你看会得到，安装档没交出，肯定没有，我每一个都载过了。你想不想改他就不认识。改什么？早上女孩在哪里？因为 CY 就是你。我不要。他会谈早上女孩在哪里，然后之后再教他怎么谈。
越来越奇怪，谢司机的行李箱按掉了什么东西，贴纸吗？你可以把我贴纸关掉。这是什么？这是某一次有人包的菜发了关于高宇杰的文章，然后他的上面就写到宝藏女孩，然后宿舍就玩开地站女孩送站记账下账记账啊，安南是记账女孩，智障女孩没有智障，记账赊账，赊账不是赊账，对，就赊账女孩，赊账女孩在哪里，还没找钱就是你抱气少女，听到了吗？哦，我听懂了，白痴啊！对不起，变大了。Happy 有一点地狱哦。可不可以选定一个好好的敲的？你可不可以选好？不要。好好玩。好玩。家事敷衍。今天打算到。他怎么煮东西啊？那个灰灰的。哦，买哦，烤猪肉。也可以啊。你把你的肉放进放去上面。哇，牛肉哎！然后你要先把肉拿起来。这边烤的。对，就是看你要放炭还是木头还是岩浆什么，都可以。是放烤肉。对。我玩游戏很容易玩游戏要钱 ，Dance，Marriage。我不会玩。对，我已经累了。谢谢 Hito 的红玫瑰。回到断气少女，断气少女，断气少女超好笑。你怎么还在这话题？很好笑，因为暴气少女在我前面啊。我没有暴气。而且就是台中元气少女跟台中暴气少女，所以有没有在反差？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超好笑。太好笑。来自台中元气，来自台中的暴气少女。跟大家说晚安。
气上。你是瘴气女孩？什么？天天都在胀气，哪有啊？肚子都一大颗，就咚咚咚的，对，大气少女，入账女孩，入账欢迎大家加入，入土为安，入土不亏啊，因为他敷衍，可是胀气安当。隔壁那个尼斯湖水怪要打招呼吗？尼斯湖水怪哪里有尼斯？哦，尼斯湖水怪，好可爱哟、哦！有人说大姐不是过气吧，是过期，好过分哦，过期少女。我有船的，我可以划船的。对啊，小老虎都出来不能叫女孩了。我觉得法法现在的海拔比我低，对啊，还在地上。地上。嗯。上气不接。上气不接下气。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的上气不接下气女孩。超强。差不多啊，你跳哎，闪、欸、退。大怎么想？你跳 Rise 就是上气不接下气。游戏崩溃什么意思？边船边海。还有什么气？气。大家好，我是蓝家的天然气。我是蓝家的放弃女孩。哈哈哈！放弃女孩，我喜欢这个。放弃女孩。放弃女孩。好丧哦，好丧，好爱。对啊。大家好，我是放弃。哈哈。差气。差气。气，这是他的崩溃报告。我是来自嘉义的哭泣少女。哭泣，通气，通气少女。今天空灵。直接被抓。哈哈，拍照。通气。杀气少女，娇气。先不要。烦呢，生气少，生气女孩，好可爱哦，还翘起来。有人说放弃少女跟另一半是放弃，但是大家好，不要放弃。没气少女，没气少女，大家好。大，哈，大家好，那另一半，杀气少女。空气少女，煤气会爆炸，煤气没有的那个煤。欧气少女，好棒！然后成为欧气少女。啊！气。脾气少女。气。憋气少女。天然气少女，唉声气少女，哎嘿，那个不行，唉声叹气少女，哎，感觉很适合林姐，为什么？好像很适合哎，对啊，想象中的画面，有点幽怨这样子，不想配合。你不要这样，灭火器少女，你就变成那截图。灭火器少女听起来很摇滚。凉气少女。那种灭火器晚安。沼气少女。计时器少女。剩下两秒。体重器少女。体重机。体重机。可恶。唉声叹气是刘雨晴吗？还好吧。
危害元素周期表几乎可以拿来用。元素周期表什么氢气呀、氦气呀、氦气上的明耶、yeah, 我用很可爱呢、欸、我是来自在的淘气少女好讨厌好淘气真是调皮真是调皮太调皮了是紫薯蜜的淘气少女灵气少女呵呵笑气少女毅力气少女哈毅力气少女什么意思毅力下去哈有这吗不要我知道毅力气少女一个商品嗯握力气少没有但是呢毕业歌不知道什么是八月才上还感到过大家现在上午才毕业歌他们毕业歌有什么气？他这首歌是八月七号唱的。气。就五六月毕业，但是毕业歌嘛，通常都唱。就我们刚好还在那个毕业歌上场的时候，就上的毕业歌。为什么发现不够了？救命！傲气，气气气气气场的。我气气气气气气。刘晓庆，刘晓庆就是大家好，我是七七说，七七，我是蛮适合。哎，我不行，我现在甚至没办法退出游戏。但是我七七七七少女很适合刘晓庆，我跟你讲。没力气少女，没你啊，没力气少女，用力，用力。你的免费试用过了。哦，七七七七。这不是免费试用，我用他的账号。他会叫你先暂时免费试用。不用了，不就用了。力气少女。会有氧气。舍弃少女。抛弃少女。遗弃少女。被遗弃少女。我要取这个说法，没有就好玩了。气。喜气少女，我们总要换这话题。我们有喜气少女。但这个话题呢，是让的原子组想到啊，原子组，等等，好运来，抛弃少女，我们有断气少女，断气少女，但我法是美丽气少女。他们在抱气上，对，三宝抱气，三宝是气的气，听起来像什么代宗师的，对，你是你就是，就是宅男，这是宅男，恭喜宝宝上升星座，张宝宝很好看呢。Good.
睡觉哎、欸。哇哦！他被小小鸡拿去电了，锁喉。他每天都被我锁喉。他主人今天不在家吗？不知道有小亮。太忙了，还没回来。Name we days。晚餐吃了啥？晚餐吃了排骨便当。我还有一个，其实三重奏三明治。三重奏。三重奏三明治，三明治，我还没吃。做早餐。对，设计题目超简单，你捏好之后下载，然后拉上去就好了。对啊。超简单。对啊，所以你可以接。便当，还不错，蛮好吃的。什么色？跟小肥比起来。什么汗的？不一样。凉色汗派。对对对对对对，好吃哎。凉色汗派。其实上层做没错。对啊，还有蛋饼。早餐啦，早餐是蛋饼跟薯片跟吐司。耶、yeah.。因为我们今天很早，是，真的很早。你看，加油，换他充。但滴滴的没有，但滴滴要看诶、欸，滴滴有出的凉菜很贵，凉菜好吃诶、欸。滴滴如果为什么被骂爆？过しまったら、忙しくなるかも。そうかもね。是哦，对呀、啊，啊，啊，通缉他，我不知道，他的英文翻译其实是台语，凉山，凉，凉山，凉小，凉下寒，下，凉下下灰，下灰社会，凉，凉社会。哈哈哈哈哈我们顾客也蛮多支持的，蛮多支持商品。我们演唱会那一天是哦，排骨的台语吧，排骨汉。但那个餐盒，我们演唱会那边的谢谢思源的夏日冰块 ，Stay you。何して？明日してゆっくり寝てください。はい。对啊，爸爸上次教寿嘎。寿嘎。寿嘎。白骨，白骨。白骨。我不是迷的。寿嘎。白骨寿嘎。白骨寿嘎。那你别教我台语。教你台语。寿嘎。寿嘎。你不需要反了吧？是你要教我们吧？苏嘎，你教我们。你懂吗，苏嘎？下嘛。你懂吗，苏嘎做的？快点教我太阳。加入。加入。老嘎苏嘎。老爸。老爸。那我叫老爸怎么讲？老爸，老爸。对。哎、欸，你好强啊！你好烂啊！你好烂。我还在读，对啊，怎么这样？名字我教你的。老爸，伊玛拉鲁苏。伊玛拉鲁苏是吗？对对对啊！再一次。老爸，嘎鲁姆。嘎鲁姆。嘎鲁姆是什么？不是。母是我。我是老爸。我是我。太阳雨的那个海鸥，不。真的。买。就那个玩具不是、啊《海底总动员》的那个海鸥，不是买他说
我只知道嘎露是黑炭。对，嘎露是小黑炭。嘎露取完名，然后一直给我笑。嘎露。真的会有人名字叫嘎露吗？然后他说呵呵不会啊。可是我不会原住民语的脏话、啊，教我。Thanks。哎，不是叫你教我。打 A。没有。打 A 是什么？就是他的下背。激素是吃什么？对。激素。酱后面都是的。哎。这不是酋长的语言。打 A。那个。你看，你看，你看，好可爱哟、喔！因为张头发生活在有原住民的地方。我也生活在有原住民的地方，但是我是那个原住民。好讨厌哦，再一次。再一次。好讨厌。完全没有拍到，又来。是啊，原住民脏话就代表啊，他屁哦，那跟日本人很像，就是他说你很笨的话，说你脑袋是竹节虫吗？这样子真的、哦，你脑袋是竹节虫吗？那竹节虫怎么？我不会讲哦。你脑袋是竹节虫吗？我生活在有脏头发的地方，我现在生活在脏有脏头发的地方。有一位 YouTuber 的原住民名字叫做格路，格路蛮常见。格路不就是王一家吗？不是龙王一家是嘎路。嘎不是嘎路是我。你是嘎路。我是老爸。王一家是老爸。格路蛮常见。那亲友有名，那我忘记叫啥。他是，等一下，嗯、我刚刚想起来，等一下。我不记得最漂亮的那个，他说是最漂亮的那个。最漂亮的，他说你要请最漂亮的那个。我知道阿丽是竹笋的意思。嗯。傻运。你好强。你怎么那么厉害？那我呢？你是 A。你对啊。伊娃。我没有啊，我记得我有哎、欸。你不是说你是伊娃吗？不是，就是他取的。你也叫。你也是竹笋啊？我不是，我有一个，但我那就是傻运吧。那谁是巴卡？肯定是你吧？我说他。肯定是你吧？对，阿丽的意思是竹笋。意外。我知道我原住民全名吗？吉娃娃，不是吉娃娃，吉娃斯。不，我不确定是不是吉娃斯，但是我是伊娃。卡帕德斯。甘露，你好瘦。哎、欸，他是吉娃娃嘎露，变大了，可以不要这么乱吗？这些人喝，我想要，你想要跟国民，不想跟他们放在一起，分开分开，是国民二派的角色，对啊，是专门没有分姓氏名字吗？我没有啊，因为我家就是没有。什么？竹笋叫什么？阿丽啊。阿丽。好，阿丽就是竹笋。对、啊。阿丽是竹笋。吉瓦斯。阿丽。你说我上一次。哎，主人这明显不就是妈妈？但是就是我妈妈没有名字啊，就是我们家跟原住民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有那个血，但是我们没有什么。然后有被。连接。啊！我妈妈没有名字，但是我阿嬷有给我大姐名字哎。她好，我是国民老爸。
但是跳过妈妈，我不知道为什么。28分对，就没有联系。他也要吃父系，是啊，我不知道。什么？是啊。哪里是母系？嗯，卑南。阿美。阿美是吗？我不知道。大姐，对啊，大姐有名字啊，大姐是拉娃。那你是谁？我是伊娃。你是嘎露。你是打。你是不同意的吧？对啊，妈妈那边有原住民写的。卑南、台湾、阿美，阿美是耶。台湾不是好不好？台湾没有。好 ，OK， 你是不是骗我？父系也有爸爸当，爸爸名当儿子系，通常都是吧。啊！分享。我姐夫刚刚加入了我们家的群组。现在吗？对。此时此刻。妈妈有，妈妈有，妈妈是什么？我没听过。妈妈叫什么？阿文。什么意思？你在乱讲吗？你在乱讲吗？我在乱讲啊！坏了！我还在告诉我为什么我没听说，为什么妈妈跟我说没有？我妈没有啊！还没跟我说过呢。台湾当贵族都是你。我们是母系。是哦，我们是母系。我是捡回来的，有可能。我自己走回家，自己乱领一家，走过去说我要住在这里这样。我是阿布。医院报错时。那也是长得像的，哈！难怪我这不像天秤座。那你觉得我像？你觉得我像什么星座？嗯？我呢？你说啥？没有办法，最后真的最后是公布成绩。你说什么？嗯，你说什么？那两只老，两只老的。马桶。没有这个星座哎、欸。马桶座。我是说星座哎、欸。你、啊。那个不是说天秤座很擅长交际吗？零耶。对啊。对啊，那你在哭啊？对啊，你在说什么？我听不到你说话哎、欸，你太小声。天秤座，对啊，你刚刚讲。天秤座不擅长交际。擅长啊。擅长，可是我不擅长。你没有不擅长，只是不愿意去尝试。我不擅长。这就是不愿意。奖励吗？是奖励哦。虫虫，因为你那人丢了一个好像厉害的礼物。我什么时候说我上升摩羯？我上升是天秤好吗？我是天秤座，然后上升又是天秤。对啊，双子，我像双子吗？双子怎么样？对啊，双子感觉就是什么嗨咖仔。严重选择障碍，哎、欸，真的哎、欸。选东西要选很久。每个天秤都会这样，但确定天秤被车撞一定会痛。不是，不管是谁被车撞都一定很痛，很好笑。紫微斗数是什么？紫微。紫微。
可能蛇夫不会痛吧？那肯定是。紫薇。再上场。二康，不要玩输。嗨。你太老。哎，这怎么钓鱼啊？做钓竿。蔡老师每个这个月出生的人性格都一样。师傅连你都没看过，我也没看过啊，我只知道你在读生日同一天就很像。人类图有时辰吗？有啊，超级详细的，哦，五分钟。那如果时辰不一样，也会有一点不一样。人类图真的是超神奇。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的人类图。要放手。去算了。哇，还有附魔哎！他是谁？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他是谁？还是粉？一直看过梗图。手机拿开。小老虎边看我边讲话，老虎，老板，老板好可爱哟，口水宝宝。所以紫微斗数是什么？怎么没有人用十二生肖来分？因为那就会一整年都一样，欸，就是一整年这个年份出生的人都一样。你但是你看看现在在场的三个人都是蛇，都属蛇哦。我跟张爸爸跟王一家那三个人完全不一样。今天是4点，还是晚上？4点吧。明天啊，没什么事。喂。站在店里。对啊。喂。紫薇。紫薇。德加布。德加布。德加布。哎，好舒服。大晚安。边唱的开心，那边很开心。个人希望晚上不行，细分到时辰，嗯，不要了。安详，安详，原来直播可以躺着，应该不行吧？那是什么？花花，啥都没，哈哈，大概是给你剪的吧，剪下来装饰。那快帮我关。我得到一只河豚，等一下，什么时候？钓鱼吧。我刚去捡到别的东西。什么做钓竿？我要念吧，因为我想睡觉。好累哦。我要去忙一下别的东西，真的。晚上看真的是舒服，晚上看真的是很想睡。大家晚安，再晚安一次。钓竿怎么做？还有小蜘蛛线。蜘蛛线它没有白，它没有黑，也没有夜晚。它没有夜晚。对啊。为什么没有夜晚？八戒当大戏了。你刚说你想蜘蛛线。八戒消灾吗？你刚说你想要做掉。感谢大红包，感谢谢谢阿成的麦克风。哈哈，我的蜘蛛线全部都是别人的东西，好乱呐！你要做一个公告板。
打发发。谢谢大家为我们。这还不是我的伺服器。那你就做一个隐藏枪。好痛苦、哦。加油！你就知道收东西有多辛苦了。不一样。对，我说这个的。这里是房间。礼拜日看到我跟发发的直播时间，直接把浪通知关。不是你自己在摇。你要一起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你滚。爸爸要挑战盖台北车站吗？要啊，他明天就要，他等一下就要开始盖了。怎么了吗？你好烂哦！你烂透。我好烂，我怎么了吗？我啥都没说呢。他要躺平。对，他已经躺平了。我刚刚已经躺平。大家快点截图。起来过。他的鼻孔。创造模式吧，生存模式也太难了。他在充吗？他没有在充啊。插了。连地下系统也盖出来，也太过分了吧！太累。要晚上了，晚上我去打蜘蛛了，充了。你要不要做剑？我有。为什么做十剑？因为我没有东西。啊？为什么不去地下？你要不要先吃饱？我没有东西吃。先，你不是才烤了猪肉吗？要去哪？忘记了。你别玩了吧。你去吃东西啦。再揉。那感觉快天亮了。才不会那么快的。结束了。去养两只。这一道是不是告诉你。出来，有人做台湾地图？原著世界地图吧。原著世界？不不不，我想要那个整确定的整个街道。怎么感觉每天都在变？对，感觉 Crony 就做得出来。他们才做不出来。感觉 ID 就做得出来。旁边这只吃了吧？啥？一只羊。是我影响世界优美日的措辞，响应不是影响。没有跑了，不天啊，不来麻烦。就这样，没。当花花要死掉了。哒哒哒哒哒哒哒。骷髅怎么有办法打死啊？我不行嘞。因为你没有装备。舒服的直播真心。第八名是 Hello， 谢谢 Hello。第七名是 Bian， 谢谢 Bian。第六名是 Sky， 谢谢 Sky。第五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四名是浪客，谢谢浪客。第三名是司机，谢司机。第二名是飞鸿，谢飞鸿。
第一名是 Tim。可以的话，请帮我送上蛋饼盘。哎呀，加油啊，你！对啊，这还不用很努力吧，就可以拿到五千卡，应该 ，I think maybe。啊，提拉米苏盘也可以。啊，你为什么刚买？提拉米苏也可以。没有乱开始解说的也是，说的也是，明天四点，明天四点哟，大家，阿西达，好。几率没有，我下班了，再见，拜拜，我玩你的事。